天哪，有比熊猫更猛。有啊，对啊，它是防御啊。而且冲枪的话，它的攻击也无视护那个啊肉子啊，能抗炮。晚上那么多人呐、啊，捡不到龙虾、啊。枪哦，你要去哪里？那里好白哦。我需要靠近一些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都不能踩啊？哦，最近鱼，我问一下哦。冲枪的小炮击怎么用啊？小炮击蓄力的，蓄力的我比较少用哎、欸，忘记了。你看一下它小炮击哦、喔，因为它蓄力我觉得不好用。我比较少用那一个。哦，好烦哦、喔！我家狗一直叫。哦，有用出来了，又进来。一个毛巾在嘴巴里面。有玩魔物猎人有啊，我有玩啊。那请问现在这个游戏是什么？魔兽世界。魔兽猎人。魔兽猎人。对啊，我在玩魔兽世界。魔物世界。我们在玩魔兽猎人才对。魔兽世界，魔兽猎人，然后猎人。猎人，魔物世界，猎人。突然好想玩山中小屋了，别想玩了吗？我想玩狼人杀，我比较想要玩山中小屋，没玩过哎、欸。好玩，等下十点来玩好了。那要怎么玩啊？用那个啊，桌游模拟器啊。我那个啥啊，我进去。这个羽毛飘了下来，哦，来了，对喽，羽毛飘了下来，很帅哦，出现了，好多羽毛，哇，天使，你知道羽毛旁边有什么吗？有一条蜥蜴，对，有神明，有神明，你不要被他拍尾巴拍到，哎，你也得个叽叽叫哦，好，走，出发。这里吧，这里比较近。我现在就是凭着印象去按营地。这只大概在这个位置吧。对啊，我现在是凭着印象走啊。我已经都没印象了。注意，他在十号。十号，反正跟着光走。好，跟着惨叫声走。跟着小光走。跳！哇，多两只哎，好爽哦！来，飞飞龙，我拿锤子打会飞雷龙，飞雷龙！我快被撞死了。看人家叫你嘻哈，你也难过啊！嘻哈哦，嘻哈！我还晕了，动弹不得。我虽然伤害是很低啦。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来试武器的，我来戳，卖照，哦，欸，Ctrl 加右键是，跳高速听到反击，五次，真的耶，还有东西，你跳什么东西？蛮恶龙都有这，打，突然发生什么事？他怎么跳上去了？哦，他这里。蛮恶龙不要跑！我被抓了，我死掉了。哇，猫啦！猫，我死掉了。好的，换把武器试试，每把都试试看。你还没试到精髓，你就要换了？对啊。他不就一直反击吗？哎、欸，没有。不然呢？那你的弓箭只有一直滑步吗？可是你们不是说他没有东西，就一直按？那是因为那是没有用脑的玩法。那是没有用脑的玩法。可以啊。没有脑的哦。
那我再背着长枪过去。我觉得我先教你一些动作好了。啊。杰克，你不要把他打死啊！我跟嘉瑶去旁边。走！找林飞的枪啊！不要被那只猪打死哦。他会打人哦。有活动的会打人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而且还特别大只。加16智力的帽子，居然是皮甲，干！ QQ 哦。Okay. 上次看到加30几的那个治疗量的，居然是也是皮甲。迷路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我迷路了。我不小心对罐头龙开了大绝，他一定觉得很痛。他哪里惹到你了？加油，这边，我先教你一些动作，下来，嗯、走，这边，卖多少钱？麻好啦，麻这个，嗯，最基础的往上戳，就是直接戳龙的左键，跳屁啊，哈，然后反击你会了吧？就是右键，这个吗？对，抱歉，那个反击，你看到龙的动作好像要打你的时候，你马上按这个，嗯，他就可以，他打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挡掉他的伤害，然后打回去，嗯。我讲真的啦、欸，你不要只急着打怪，你真的要注意龙的动作啦。我每次看你打都一直在拼命打，除了你打攻击以外，然后这样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大熊，你先举着盾，左右键同时按，然后按你左右键同时按，你盾那一颗不要放掉哦、喔，没有放啊，嗯，啊对，欸哦，是要放掉，要放掉。举着盾，然后他开始往前冲的时候放掉，然后按下你的回避，回避，按下你回避键，你回避键是哪一颗？空白，来一个空白。哇，大凶彩龙把飞的龙撞下来了，你好猛啊！空白不是停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你前要推着，前要推着。按着 W 按，往前要压着，前要压着，前。哎、欸，你现在会跳了吗？嗯。你跳起来的时候按攻击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突然冲超快啊？因为你一直往前冲啊，这是长枪的冲刺啊。啊！我引来一只怪了。小怪就不用叫哈、哦。不是他找到马二龙了。哦，那小怪而已，叫什么？回来，加油回来。你来，他去找你了。不要，彩哥，别死我！这样过来。走，我们继续往前跑。我们不要跟他打。我们先学会动作。配着我家狗的叫声。他是不是还在追着你啊？对，我们往回走好了。我们跟他交错回去，回来，不要跟他打。感觉酱油跟我个朋友是相反，是吗？那个朋友是看到龙就一直躲起来，一直躲。有个人，有个朋友，他超打龙的时候超就是那种看到龙就跑，看到龙就跑，都不打的，是不是？就是看到就先尖叫，只是看到就先尖叫，然后一直往后跑的。天啊、我是看到就上了，没有你看到就跑吧。追酷还是怎样？追酷还是追酷啦、欸？你昨天看到小的凶柴龙，你也叫得跟妈一样的、欸、可是我还是上了呀。喂，你要不要？昨天是因为没录影好不好？你怎么上了？我直接冲上去。加油，走，加油，走，我们去对面，走。我没有目标。这里。那、啊、这里怎么飞的呀？他昨天在大凶柴龙睡觉的时候，只是小凶柴龙在旁边对他叫了一下，他叫的跟什么一样？小凶柴龙更可怕。我的眼睛是灰色的。这样你现在会冲刺吗？嗯。举盾，然后左右键按一下，然后放开，他就往前跑了。
然后你按推着前按你的空白键，再按一下你的左你的右键，它就会戳一下。嗯，这样子的方式的话，你可以快速的骑乘到魔物上面。它能转弯吗？可以，但是你在冲刺的时候转弯的角度会很小，但是是可以转弯的。或是你可以按一下，你可以反方向，按着，像你原本是按着前嘛，你换按着后就是你的 S， 然后再按一下你的回避，它会直接掉头。啊、他又来了！你听人家讲完话吗？我听到，我有听到。二号有大胸彩虹的尸体哦。好。他这里应该进不来了。他说：“我没想到吧，我进来了。欸”哎，他跑去追音乐了。他在打哈哈记。哈记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哎呀！来，交斧头。大家都多穿一点。你先练习往前冲，跟跳起来戳。这是长枪基本的技巧。啊，我中到了。你会跳起来戳吗？跳起来戳，推着前，然后按你的空白，它就会跳起来。然后再按一下你的右键，它就会戳一下。这样。嗯，推着前，按着你的，对，戳一下。这一招、嗯，你要常用，因为这是长枪的一个优势，它可以原地起跳。哦，说跳就跳。对，这是长枪的一个优势。嗯，哇，齐晨，秀秀脸，好，齐晨好了，齐晨好了。然后，可是我刚左右键都按着呀，我要怎么再按右键啊？你就放开，你冲刺之后就全部键可以放开了。你它变成冲刺动作之后，你全部键都可以放开了。哦，有，会了。嗯，然后可以了吗？嗯，最后再教你，就是刚刚讲的紧急回避。你在往前冲的时候，看到前面不对，你马上按住 S， 然后按你的回避动作，就你的空白。嗯，他会紧急回避。啊、哦，好，再试一次。空白跟我的 S， 我的 S 跟我的空白。他自己是不是都忘记衣装啊？哦，对耶。想说你没有在穿衣装。你往前冲的时候，你的反方向就是你冲的反方向啦。像你往前冲，你本来是按 W 嘛，你的反方向就是 S 啊，空打。嗯。那你按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紧急的往回转。就这样子。然后，如果你现在是镜头是往你自己方向跑的话，就是换按 W， 然后一样按你的回避，它就会往前冲。主要是看你镜头的方向在哪里。嗯。哇，有点难的感觉。会吗？这就慢慢学吧。嗯，慢慢来啦。我这个不能滚我发现。滚什么？长枪基本上是用挡的来挡住敌人的伤害。哦，真的，有些招式不能挡的话就，你就只能吃招。我冲刺会被怪物给挡下来。因为你的武器的锋利程度不够，所以戳不下去，它就会往后弹。哦，那我疯狂的往后弹。因为你的武器还不够锋利啊。会弹到你就磨到就好了。嗯，快死，他快死了。对啊，这招是反击，这招是反击。嗯。哎呀，够了，他要转去哪？嗯。哇哇！哦，天哪，外面有在放鞭炮。中秋节到底为什么要放鞭炮啊？我一直很搞不懂是在庆祝什么呀？节庆都会放鞭炮啊！中秋节是在庆祝什么呀？
屈原死掉吧，啊，那是端午节。原来你的。中秋节，中秋节吃粽子吗？中秋节是这一啊，屈原死掉，所以要吃粽子啊。中秋节吃月饼是對對對是怎样？是因为它的月亮是最。不是吃月饼是端午节、啊，对，你这种好乱吃哎、欸，嫦娥的事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嫦娥喜事是要吃月饼啊，哦，所以是因为嫦娥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可以跟她老公见面了，是哎、欸，这是七夕，七夕，啊，等一下，那这个节是。什么呀？啊，中秋节吃粽子啊！粽子，粽子，粽子啊！然后清明节吃柚子啊！啊，对哈，哎哎哎，所以我们要吃柚子，可是为啥呀？我来查一下好了，中秋节是什么？混蛋啊！我看一下哦，清明节扫墓旁边刚好就会有柚子树，就是他吃柚子这样子的摆的，对啊。是在庆祝农作物可以收获了，这样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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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真真棒！哦，难怪魔物有丰收季哦。因为可以收获了啦。那你要去哪里？我。